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然后我们就躲在这里边的厕所里边，潘老师也找不着。这条小道非常有故事，我们经常从这儿走的时候，上学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小姑娘只要从这儿擦肩而过，就会有一些暴力。一顿追，是大礼堂，就我们学校那个大礼堂，算是我们毕业毕业汇报，毕业汇报就在这里。对，考试的时候就在这个楼里考，考了专业课，老师来看，就在这里考。咱们宿舍要比那宿舍还要脏，就差不多，就别的孩子。我刚刚开始吧，我这一天用10块钱吃饭，一天从早饭、午饭、晚饭，对。这鼓还在呢，我们以前毕业的时候就11号。